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瞄准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发射神舟12号载人飞船。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李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组成，李海胜担任指令长，备份航天员为翟志刚、王亚平、叶光富。航天员李海胜。 参加过神舟6号、神舟10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，航天员刘伯明参加过神舟7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，航天员汤洪波是首次飞行。今天上午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-112火箭将加注推进剂。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。 第4次飞行任务，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。